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多伦多未来2011年的房屋市场的预测。自2008年后半年，由于美国这个信贷危机啊，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许多国家的经济都被冲击到了。这次的金融风暴主要冲击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信誉，就是 credit， 股票、基金、债券。目前来讲，20国集团正在寻找一个就是合理的方法来走出来这个金融危机。世界性的，也有在瑞士，今年也有在多伦多跟在韩国，都尝试着找一个方法来走出这个金融风暴。但是呢，到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前来讲呢，这个整体的世界经济的主导的国家还是美国。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强大的一个经济体系。这次主要是因为了美国来引发了这个世界性的金融风暴。那美国现在呢，就是要找出一个合理的方法来解脱它这个金融的困扰。那唯一的方法，美国呢，在没有外国其他的国家帮助之下，他找到了这个方法，就是说自己印美金来填补他这个经济。那这样来讲呢，美国在一路的印刷美金的同时，会对世界的经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就说，据这个经济学家分析，在未来的几年里，如果美国还在大量的印刷美金冲市场来逃脱他自己的危机，就会引发一个世界性的通货膨胀。那这一次呢，在这次的金融风暴当中呢，加拿大政府也预感到了这个金融危机之后会带来这个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对加拿大的经济也带来一些影响。那加拿大政府就在2010年4月19号实行了一个新的策略。这个策略呢，就是说它主要有三个主要的这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让这些贷款的人呢，它的来源跟它的管制严格一些。第二个就是说一些 multiple 投资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尽量限制。第三个来讲，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房屋抵押再重贷这个部分受到了严格的管制。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没有这个down payment的情况下，加拿大的政府这一次也给了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管制方法。那就是说，早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加拿大政府预测到这个经济会受到冲击，那房地产市场在通货膨胀面临之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导的市场，房价会有上涨的可能，所以政府呢就运用投资的理念，以合理的使用来限制这些投机者在这个房地产里边的这个运作。所以呢，这个加拿大在这个2010年的时间呢，就限制了一个新的这个按揭限制，促使了好多银行对这个贷款方面严格审查。这个其中的主要用意，也就是说让这些房屋买卖的市场里边部分的这些投机者跟这些投资者推出去市场，让真正的市场的需要者跟这些家庭的这个正常的投资者在市场里头保持一个良性的这个房屋，不要推到加拿大的这个房屋市场有 bubble 的现象。所以政府这个限制也是非常的及时。接下来呢，就是说安省有了一个新的合并税，那也就是在2010年7月1号开始执行，这个叫 HST。HST 的作用就是说，针对所有的新建房屋，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额外加8%的税。那政府这个税收实行之后，建筑商、发展商是不会承担这个税收的。在这个同时，建筑商、发展商就在房价上加上了这个税制。
那就是说在这个金融风暴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这个增加了税收，房地产商再有在房价上的加价，短短在这个金融风暴当中就已经增加了10%到20%的这个房价，那对买方的市场会受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买方市场是不会接受的，在短期内这种是这个房价的增值，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录上，房地产的增值在几个月一年之内增值到20%的机会很少，所以呢加拿大的房地产是很温和的，很增值也是慢慢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税制的增加，建筑商的房价增加，对这个市场的冲击非常大，所以呢这个买家的市场呢就在这边观望，要一个过渡接受期。那未来来讲，就是说加拿大大家都关心的是这个加拿大的利息未来走向，加拿大在这个较佳的这个政府财政状况及这个健全的这个金融体系下，虽然受到了一些美国的这个次贷的冲击，还有一些这个金融海啸、环球这个经济的这个打击、衰退的这个冲击下，在今年的年初，加拿大的经济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苏。在2009年，加拿大这个房地产，特别是多伦多的房地产，突然间来了一个 U-turn， 房价就飞涨，因为房价的这个。在这个金融风暴当中的飞涨有赖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加拿大政府的这个金融管制制度，叫 CHMC， 也就是 Canada Housing Mortgage Corporation。 这一个制度呢是发生在1989年的这个金融风暴之后，加拿大政府看到了加拿大的这个房屋市场的冲击非常大，之后为了找出一个预防的措施，就是执行了一个新的这个方式，就是说所有加拿大的买卖房屋首期款不够银行标准的人，也就是低于25%早期，低于25%的这个买房者，只要你有正当的工作、正常的收入，加拿大政府会作为一个银行的担保，作为一个贷款担保的保险公司，给银行作为一个担保，叫银行给这个买房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去买房，如果他的这个首期款不够多没关系，政府作为这个担保，作为保险公司，会为这个贷款人的这个损失承受着所有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就叫做 CHMC。 那对银行来讲， CHMC 就没有任何风险，贷款人没有钱不怕，只要他不付钱，加拿大政府就要为银行作为担保。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银行就大量的作为这个，就是在这最近这十几年，银行就做了很多这些incentive， 鼓励加拿大的居民公民去买房子，在没有首期款的情况下，有政府担保，只要有正常的工作收入就好。这个呢就跟美国不一样，这次美国的信贷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贷款承贷人、贷款人超出了100%的这个贷款，一旦他的工作有问题、收入有问题，他可以就是拍拍手就走掉了，没有任何人承担，有的也是私人保险公司。大家看到这次金融风暴冲击到很多保险公司、债券、金融倒闭了很多公司，甚至银行都倒闭都有，所以呢在加拿大没有这种现象，那就是有赖于这个加拿大这个政策，叫 CHMC 保险政策。那这个保险政策呢，它不会说永远来承担贷款人的这个负债，那就是说银行如果说是有这个负债是政府承担，那在这一次的金融风暴呢，一开始加拿大政府为了托市救市，就把利息即刻降低，这样呢贷款人就可以不用承担这么大的风险，从这个还债的比例上把自己的这个压力缩为最小，除非是工作失业了，那就没钱还了，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做担保，如果是有任何人有工作可以都可以负担得起，因为利息降低到历史以来加拿大最低的水准，加拿大政府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房地产市场跟经济就救住了。在这个同时，加拿大政府如果说是说为了限制房子
房价暴涨，来用高涨利息的方法来救市，来限制，这样的会对这个经济的复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加拿大政府不涨利息，但是政府跟银行也不会承担所有负债人的这个责任跟这个债务，所以这个真正这个利息要涨，那要是跟着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慢慢复苏，加上这个 inflation 这个就是说也在冲进来，就是通货膨胀的慢慢的过程中，还有这个房市就慢慢的好起来之后，或者在之前这个过程中利息上涨是属于正常的。如果说是即刻用涨利息来打压房市，对整个加拿大的经济都没有好处，那最后的受害者还是政府。所以在未来的利息，加拿大利息里边调利息的可能性就一定有，因为加拿大不会永远承担负债人的利这个债务，但是呢上涨的速度很快也不可能，因为它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跟加拿大政府还有整个经济复苏的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利息在未来来讲不会很快增得很高。